者方贵州台北报道，恰逢母亲节当期，喜旅品牌主打轻时尚，推出更轻量更具缓震功能的新鞋款，外形设计则呼应 CASUNALCHIC 休闲别致潮流，以更符合现代母亲的多元角色所需。Timberland 一边之前面搭配独家 Aeroco， 另外 Echo 本季的深受丹麦小镇 Thunder 的蕾丝工艺启发， Usoft 新系列女鞋的真皮鞋面融入镂空雕花设计，以轻柔色调衬托夏季风情，庆祝母亲节。 ECCO 即日起至5月13日打出凡购买当季鞋包可享现地再9折的优惠， Timberland 则寄出2双8折至5月14日。 Timberland 为 Flyroam 女士飞行鞋注入流行粉色， Timberland 提供 Timberland 全新 Flyroam 飞行鞋，以独家空气力雪胆性系统轻量鞋底提供更轻盈高支撑性的行走体验。Timberland 提供 Echo 邂逅 Thunder 蕾丝工艺 Beat Underlift 系列 Soft 七鞋款真皮鞋面融入镂空雕花设计，轻柔衬托夏季风情。 Echo 提供 Echo 邂逅 Thunder 蕾丝工艺 Usoft 七鞋款真皮鞋面融入镂空雕花设计，轻柔衬托夏季风情。 Echo 提供